守护大自然的恩典。就是最棒的宝藏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人都不好了。仗还没有结束，生命如禅杖，快乐与朋友，全都不好了。快
我是不死，不是老不死。全都补好了。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。就是最棒的宝藏。再烧了，此路不通，为自己骄傲吧。我要赢，我要赢。
你是不是受不起啊？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。